大家一边心一边同步的，我感到心满。阿门。你今天在那个耶稣基督，他帮过你还有你的基督之后，还是不能上帝干。你唱诗333首。我们知道在新耶呢谈到了真教会呢就是新耶路撒冷。今天呢新耶路撒冷好呢新耶路撒冷就是心腹。这个新耶路撒冷呢跟天上的耶路撒冷呢它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他怎么解释呢？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22节，希伯来书十二章22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你记得好，现在不是阿妈妈在接近神了，都要很好了。23节，也就三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你来阿妈这边，阿妈来不是来大爷，阿妈来这个烧饭，阿妈来烧盖。有审判众人的神。你来好讲你烧给他，阿妈来好怎么谈到阿妈来。判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来，你来好给你打气，哎，阿妈来好讲，毕竟阿妈来好烧拉饭。我们知道，将来呢？圣经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也就是完全的正耶稣教会呈现在人间。所以神预定的正耶稣教会，将来一定会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呢，把天上地上啊，把它啊，这个新耶路撒冷呢，成为一个属灵的啊，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国度了。这个天国啊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天国它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神的国呢，他说在哪里？他说在你们心里。就是在你们中间的意思。所以当神的福音，当你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主耶稣的时候，这是天国的开始。第二个层面的，那天国是指着神的国度，神所管理的国度，也就是神的教会。天国很像这个芥菜种啊，天国好像麦子啦，好像这个面酵啊。天国好像撒网啊。那天国好像寻珠啦。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主耶稣用比喻天国像什么？天国像什么？那就是第二个层面，神所管理的国度，也其被称为天国。第三个层面就是天上的，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也叫天国了。这是三个层面啊。所以你要进到天上啊，永远的国度，那你必须要进到真教会里头。那我们看希伯来的作者把这个第二个层面跟第三个层面呢，把它结合了，对不对？所以在属灵的国度里头，我们都是长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23节说啊，那边有名录啊，在天上啊。那诸长子智慧所共进的总会，就是长子智慧。如果你不是长子，你就不能承受产业了。所以圣经呢，谈到不可以卖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不能失去神儿子的名分。好，这里谈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启示录里头也有谈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指着心腹了。好，那我们现在是要谈到这个圣殿。在这个教会里头，在新耶路撒冷里头有圣殿啊。
因为单单现在说教会孩子，不然耶路撒冷呢，一旦过了，我们也很难。啊，也就是圣灵的殿跟生命的殿。啊，我们谁的啊？我们也阿多玛伯利谈的啊，我们也。那我现在先谈圣灵的圣殿，圣灵的殿。我说啥人在那里呢？我们谁的啊？我们也。我们都知道呢，我们啊，就是圣灵的殿。啊，干嘛拿什么？干，我可以带我们罗。罗马阿姆罗米阿姆罗塞勒，也就是神的殿的意思。那么，再来，我们卢卡萨勒阿姆米。好，我们看殿的意涵。首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만날거라이미는가는보미아니나영문대비는가고린도전서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고린도전서역시第六章，请看十九节。역시는지금교세十九节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啊是圣灵的殿。那神啊，主就是那里啊。讲圣灵，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就是神的灵。所以圣灵的殿啊，也就是神的殿。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说，三章十六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那神的殿住在你们里头嘛，这就是呢啊圣灵的殿。那我们来谈第二个，就是殿的一个建造。所以我们在啊建造，也就是要塑造啊，塑造啊，我们这个圣灵的殿。所以圣经谈到说，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啊。这是彼得他啊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谈到，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啊，被建造成为灵宫，那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啊要像活石，活的。我们奥利拜他们俩发布了大，要被建造成为灵宫，也就是、啊、被建造成为圣灵的殿。那你要建造圣灵的殿，殿的根基，这个殿的根基是谁呀、啊？殿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嘛。我们从哪里可以得知呢？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很重要。这个根基如果没有立好，那这个这个圣殿就会倒下去了。所以以弗所书，请看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二十节，二章二十节谈到说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安德朗高罗西多，他都有根源。所以我们的根基跟使徒、跟先知哈、哦、的根基是同一个根基的。啊，我们大安尼也好，阿达安南好，我们第二个罗西多就在安南，阿扎在个安南。都是立在哪里？你昨天安尼讲有阿点嘛讲？他说立在耶稣基督啊。所以啊，他说是房角石，也就是在保护整个房子的一个根基。这个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有谈到，他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用一个比方啊，我们是神所栽种的田地跟所建造的房屋。这个房屋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就是啊，被建造成为灵宫的。那罗马，那那以色列民在少年罗登罗法阿巴曼他们那阿罗马，他比喻自己，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啊，他那工的波罗那那好那么大，那他那那好阿塞夫。他说这个根基已经立好了。那那那他们那好，他们把别人埋多，再没有其他的根基了。后来都罗马，罗马罗马。所以我在建造这个圣灵的殿啊，我建造我们自己的信仰，很重要，那个根基很重要。所以呢，你的信仰啊，不是建立在别人的身上。如果是建立在人或是某个事物来讲，那个人死了或是那个东西没有了，那你的信仰还能够站得住吗？有的人他的重心是放在他的财务身上，他的财务没了，他的信仰也没了，所以呢，有的来信耶稣的最重要的目的呢啊，有的不一样的。有的要请我们教会的姐妹来信耶稣的，大有人在。有的人为了结婚了，勉勉强强的受洗。之后呢，也很少来教会。孩子也不来教会。还是跑到原来的教会。虽然已经受洗了。为什么根基没有立在主耶稣？所以，在圣这个圣殿的一个圣灵的殿的一个建造很重要。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啊，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啊能立别的根基。所以我们都要成为圣灵的殿。我们是主耶稣啊所建造的房屋。我们也是所建造的圣灵的殿。所以这个根基要立好。立在主耶稣的身上。建造的材料呢？是你的殿要建造啊。你要塑造一个信徒的信仰，或是你儿女的信仰。或是自己的信仰。要成为圣灵的殿。上午我们谈到所罗门把那个内殿所有的墙内部全部都贴了什么金
用金的把它贴上。还有那个阿弥陀佛嘛，把这个你收了，那我们那个木材里面还把第二面都金。所以啊，满了金呢、啊。比较多，那是多不紧。这个属灵的殿呢，圣灵的殿也是一样的哈。如放如啊，有圣灵放在那地方，那啊，我们也也来一个。我们看啊，第三章。那个在《古林多前书》第三章。三章十二节。就你现在，若有人呐 啊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啊，在这个根基上建造。이라이브는답답한것들과함께하고오메라답답한것들과함께오케이오메인오오바로안사오오아시시오올레아세라니테라토라로마十三节就三节个人的工程啊必然显露对呀这这样当当你发电那边的好干啥打死干因为呢那日子呢要将他们表明出来哎嘛老土那弄到稍微一点打死干都跟上俺们这这当当就是有火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么样你要建造属灵的殿根基已经立好了、嗯、今天我们要怎么样要立啊把这个信仰立好，对不对？你要用什么材料？我们那个设备上面材料。这边有几个材料，第一个是金呐、啊。金好，你那个金那边边那边那个材料比较金。银、宝石。那个金，那个你五百块。哎，有草木禾秸。那个哎，那个金啊，那个大木，那个阿西西。哎，他说后面还有火。一个好，你那个拿嘛。哎，这个火要烧啊。所以你这个信仰要经得起考验，对不对？不到辛苦明白吗？也得要准备多少钱？圣灵的殿啊，你如果你是用草木禾秸，把这个就是那个反正那些嘛，那个我们也不知道他信不信的，这个会被烧的。反正那多赚，那慢慢。如果你是用金，那我金不是把别人银。银宝石，哎，这花多少钱？这个就经得起考验了。这个在那那那那里，那多少？那么金是什么？那不拉金，就是啊，对神的一个坚啊，这个坚信。这个好多啦，这个上帝的话操，这个好多啦，我这咋也不能说啊，对神的话的深信。哎，我说的话操，不敢说你那。啊，对神的信号。哎，这个好，你这个都把它为那都考了。哎。都是在信心里面，都是包括在信心里面。哎，这真金不怕火炼的。哎，这样子才能够经得起考验。银是什么？银是用神的话。哎，圣经谈到这个银啊。啊神的话就是被炼过，像银子一样炼。啊，对了嘛，先说啊，这个好多的，哎，多了还还能还更好啊的，嘛，这块嘛，再把的，他不会得那么。所以神的殿是用神的话啊，用信靠神啊，相信神来建造。啊，我啊，起码不靠他了，对吧？靠神的名字，啥把别人的名字，靠神的名字都起码能靠。对信对神的相信，哎，这个好啊，把神连同对象都用卡啊，用神的道理，我道理都卡拉上，神的道理来建造的，啊，算不卡拉上过神的，把别人都没打。宝石呢？我那个啦，宝石把过来，把钢都弄干。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头呢，谈到这个墙哈，耶路撒冷的这个墙，新耶路撒冷的墙。都它的根基都是用十二样的宝石。啊，这里我们先把那个好，把别人把别人买好，都没有那个好，那个不是那啥宝，我们那个宝不了，这个啥的把也把哎。宝石是干什么？什么能把它搞弄弄干？挡啊，对不对？要去挡人家来侵犯。啊，被那个我肯定不到安的结界，明白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啊，不把那个那个。反正啊，做大的，我们要行善，对不对？啊，别人也忙，还有反正要准备打，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啊。上边打根本没打好，连忙又塞，还能来骂，干啥呀？干啥啊？没有，是谈到说你们的行为要品性端正。是啊，这是说谁说好，别人那里没打好，啥子责任？啊，叫那些毁谤你们的啊，怎么样？
在鉴察的日子呢，归荣耀给神。甚至看到我们的好行为，我们会自觉羞愧。所以可见呢，我们要结出怎么样啊？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就像宝石一样。这样子呢，用这样子的来建造。所以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符合呢神的殿的一个建造。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请看第六节。二章第六节。我们看到第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呢也更增长了。这里告诉我们生根这个是植物，对不对？生根那建造呢这个是要建造房子了。但是同时出现在这个圣经里头说又生根又建造。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扎根。然后呢能够被建造。然后信心坚固。谈到信心，就是刚刚我们是用金呢所建造。好，这个就是殿这个圣灵的殿的一个建造。那我们现在来继续看这个圣殿的作用今天我们称为圣灵的殿，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我们要对照前面我们所谈到的有形的圣殿的时候，有点雷同。那好像一个婴儿一样。我们是一个实体啊。在旧约是有形的圣殿嘛，我们原来是属灵的，所以它的作用有点息息相关的。圣灵的殿的作用，第一个就是荣耀神。当初他们在建造圣殿的是为了耶和华，也是荣耀神啊。所以你今天要成为圣灵的殿，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先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六章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是圣灵的殿，是用主耶稣的生命所买来的。我们很难还，对不对？其实我们也还不了。一个人的生命呢的价值胜过全世界嘛，因为
你们赚的全世界赔上的生命呢、啊，有什么益处呢？很简单，他们把这些该好，反正都用都用好，结果不涨。人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马上生命好了，你打好这个，你反正知道我的方向。这是圣经所讲的话。我说你不学学困难，也是主耶稣所讲的话。所拉的空间三万困难。所以全世界没有办法买生命。全世界好，怎么阿扎都在我的，所以它的价值胜过全世界。啊，诺，六千里面好，那大别爱国，全世界好，在我的里面。这是指着人的生命。是，那说到那我的名在哪里？那现在我们来谈神的生命。是，啊，你们啊，啥人打？你们靠啥？所以我们今天是用神的生命买来的。是，我的不管你们啥嘛，你们靠你们啥嘛好，我啥的阿扎里面的干那个了。既然如此啊，哪里了？哎，今天我们这个神的殿。如何杀我灭给带最重要的目的我们我是看你是荣耀神我们是用神的生命、啊、所买来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一生要荣耀神第二个就是敬拜神这个有形的圣殿，他们也是要敬拜神，对不对？今天我们也是要敬拜神。什么敬拜？那最主要的，我们抓住重点，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四章二十四节。四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谈到我们很熟悉对不对、哎、他说神是个灵、啊、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哎、所以用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祷告也是用心灵和诚实一路里面，我这边那啥，一路里面做圣工，用心灵和诚实做圣工。啊，我带就带就搞啥玩意儿？哎呀，那哎呀，奉献也是用心灵和诚实来奉献。我没到，把给给给大伙要做，哎，我都在那边打。聚会也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聚会。哎，你看你聚会好，这个把那啥要做，哎，那啥把带把带给那边打，都是用心灵和诚实来去敬拜神。哎，俺爸带了就搞啥玩意儿？给大伙搞啥玩意儿？那看到没啊？那那边打，这个就是圣灵。圣灵的殿的一个作用。很重要。既然圣灵的殿，因为神圣灵要内住嘛，神要内住在我们里。神要住在我们里头，我们的作用就是让神进来嘛。对不对？那我们要不要圣洁？要圣洁啊！要圣洁，安在那个大。我们看圣洁哦，没有那么浪漫学习。我们看要成为圣洁的殿啊！要安在在那呢啊，后面。我们翻回来《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你们在《哥林多》那《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请看十七节。就拿那些。三章十七节，三修的就拿那些。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神必要毁坏那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了，不能毁坏。伤害神的殿，不能让他污秽。所以我们不能自杀。所以我们也不能随便刺青啊。伤害神的殿啊。要好好的保护。因为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是用
神的生命买来的。刚刚我们念的时候，我们神的殿，他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啊，已经不是自己的人了。我们是圣灵的殿，是重价买来的，被买过，被主耶稣的生命买了。所以呢，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啊守圣洁了，因为我们要让主耶稣内住在我们里头。好，那我们看到，那早上呢，我们谈到那个这殿就要烧香祷告，对不对？因为香啊，在启示录里头是众圣徒的祈祷。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五章。这个圣灵的殿的作用啊，谈到要常祷告了。第五章，来，我说，我们看第八节。还有哈谢，第八节。还有哈谢，他既拿着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好。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注意看这个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他们拿着琴香，对不对？各拿着琴，琴在干什么的？是要赞美神的，对不对？好，然后呢，他盛满了香的金炉，这个拿金炉的是什么？是祭司啊。所以这样看来，这个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都是呢，怎么样？它是象征的灵性高超的信徒。那都盛满了香的金炉。那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是一个象征，对不对？我象征不了，就是多多的祷告了。所以啊，这个圣灵的殿啊，就是要常祷告，要怎么样？要常常烧香，对不对？啊，我那我们要努力，我是把这个阿弥陀佛呢，好，对了，好啊，把这阿弥陀佛努力，把这阿弥陀佛给多动动哟，给完了呢。上午谈到说啊，早晨啊要烧香，黄昏啊要烧香。爸爸怎么说？怎么没答？爸爸这他们多么的伟大，爸爸也好多么的伟大。这是有形的殿，他们该做祭祀要做的。是啊，你们那呀，我们呀，那呀，我什么不弄？是啊，有善心不了。我们到新年了，随时多方祷告。啊，哎，你做这个事情，我们大屋里把你那那还做做，我搞还一路的。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说你们学校啊，妈妈都给他妈妈的一路的。哎，凡事谢恩。哎，做的好，我们安排好感谢恩。啊，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啊！是啊，不住的祷告是神的旨意啊！常常喜乐也是神的旨意啊！常常难过不是神的旨意啊！不祷告不是神的旨意啊！凡事谢恩是神的旨意。那凡事埋怨呢，就不是神的旨意了。那凡事斤斤计较呢，不是神的旨意。唯独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所以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
这个彼得大帝努力，凡事谢恩。那呀 ，OK， 做好感谢恩的祷告。这是神的旨意。那好做啊，努好是不能难。所以这里谈到常祷告。稍好一点，那就马来力努力。还有呢？我们说对。上我们谈到有形的圣殿那个作用是什么？要赞美神，对不对？哎，爸爸，爸爸，真的啥都干没带，别看那能耐好啊，别人还能弄弄点，那好，别我的赞美就好。我们身为圣灵的殿，属灵的殿呢，我们也要常常赞美神啊。是啊，其他好像好弄，连这个后面好像后面好，其他他别不认识赞美就好。好，我们看这个圣经哈。啊，你们在这里哪能办呢？谢谢。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你们在这里哪里？别说我笑，别我笑。以弗所书第五章。你别说我笑，带不笑。请看，嗯，带一点十九节，九九线，五章十九节，不笑呢，九九线。这里说常啊，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在这好不的，我的是的，好半天，按照用灵歌，我们还会在哪里再给他？啊，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了。啊，再多个用公用啥子话不说，俺们不的用哈瓦斯。这里谈到灵歌是什么？我们那个用啥话帮他们啊？不的唱。按照原文来讲，就是被圣灵感动所唱的诗歌。我们谁的啊？啊，里面那边喊啊，再多个用，啊，再来阿弥陀佛，那边喊我们不的用哈瓦斯。他不是说我们祷告唱灵歌那个灵歌。做比较平，比较平度的，因为他好多人弄沙发那沙发里。他是说被圣灵感动所唱的诗歌。我看多个人弄的好写的，比较好啊，不嘛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要怎么样啊？用诗章颂词。哎，今天弄沙发那好，今天好多人沙发里是没得来的，来的啊，沙发里。灵歌。弄沙发那好的啊。而且要口唱心和。那希望你那个唱的就把我唱的更加自在，唱。有时候唱归唱，如果我刚刚就不拉就，哎，是刚刚我们唱阿里巴巴盖嘎古，好，那个内容是很高兴，对不对？啊，阿里巴巴盖嘎古啥不知道，哪有那个嘞？哪能盖的啦？就很高兴啊！啊，什么什么就？但是呢，要口唱心和嘛。是啊，嘛再不拉拉就拉不拉，他们唱不给啦。但是心好像没什么快乐呢。是啊，嘛连都嘛不开心，嘛都是啊打干嘛的脸呢，苦瓜脸呢。是啊，那老百姓是啊什么的呢？阿里巴巴盖嘎古。哎，好，那个脸是苦苦的这样子。那我就想啥？哎，那打啊，这个啥的哈，嘛连打干。不一样啊，口唱心和那就不一样啊。这哪差不了？啊，嘛连公公又啊，那他心里打从心里说阿里巴巴盖嘎古就。你就这个哇，很快乐样子。啊，那肯定快乐。我讲嘛，不讲嘛，你话好讲的不讲的话，阿三两不讲的话，阿三两不讲的话，都是口唱心和，就是这样子。是啊，如果什么两不讲的话，其他不讲的话，这样才能够结出果，嘴唇的果子哦。那对了，我讲再接，我等我有啥子来？阿七，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你们在这等了还不如说九三九。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希伯来书九三九。十三章十五节，九和谐。十三章十五节，九三九九和谐。十五节，九和谐。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嗯，你第二个大号不能接三万。常常以圣战为祭。啊，老爷认真给大号不给欧力子阿明嘛，你参赛啊，献给神。啊，你参赛不就好了？这就是啊。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那第二个让我们打好，你还也帮你准备打好，对，还记得我们五分的背还能来。哎，我们会觉得说，今天我们赞美神还要靠着耶稣基督啊。啊，马六不单，我们自己打好，把老人家别人打好接上了。因为十五节说，我们应当哦靠着耶稣基督啊，耶稣啊，靠着耶稣。今天我们中国在这个，你带很多多的那张，带的那张，我们到接上了，真的。为什么？那还能不是吧？怕我们呢、啊，赞美神呢、啊，赞美归赞美哈、哦，好像没有靠主耶稣赞美、啊。是啊，那还得不是啥？这个我们有什么嘛？就我们到这个还得来。为什么？因为那个恶者呢，他也不喜欢我们赞美神。是啊，上班的好，而且你不是上班的好，这个我们还没嘛的。靠自己赞美神呐、啊，这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就会骄傲，很容易就会被魔鬼所影响，你很容易就会分心。你没有靠主耶稣赞美神。아니서가때때에르가보니까우리사람다루면내한마음속에서머리다안울리고바로전면에가라네나머지는요靠着主耶稣啊来把这个赞美的祭献给神자두가가바바로전면에서아니바한사이
啊，你把不列颠什么不能什么我们什么的。那我们的赞美跟该隐的赞美，没什么两样啊。是啊，那赞美对啊对啊。我们靠，你是靠自己赞美嘛？是啊，我给送你把没赞美说，给送你把不高的说，还不赞美。当然就没有办法呢，呈现到神的面前。什么什么的，摆在个矮路高是不是？我们这边倒不掉。所以呢，希伯来的作者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然后呢？常常以颂赞为己啊！阿弟拉长布拉尼迪拉，阿弟拉埃布拉，那那好，因当山阿弟迪拉子，我哋点那个给当山那好多，我哋献给神，阿弟把恒心给你靠啊！不是靠自己的，主啊，我哋啊啊，而是靠主耶稣的。这我呢，他点人，我靠啊，我点人没打。这个就是才能够啊，结出这个嘴唇的果子来。啊，那阿弟拉布的槟榔里面在做那啥，姐姐给他好多弄，别的别的还没。这这个就是赞美，对不对？送赞好，那我们最后谈到这个圣殿的或这个圣灵的殿的作用啊，在过来啊，他说那个他妈那边当兵出来吧，是吧？啊，我们好干，神同在，对吧？在不用花死，很重要。我们这个神的殿就是神同在，是啊。这个大也好，把再不用啊，给他不花死，圣洁了之后，是啊。反正这个就跟他那边带神同在，他妈在他不用花死。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没有带领知道约翰的几乎没来三卷。那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的几乎没来三卷，第三章二十四节。三章呢你就要写。三章二十四节，三章呢你就要写。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你说我来这里，我每天都能高山，把这来这里，让我们还能有高啊。那神也住在他里面。我靠啊，上帝来，让我们还能没啦。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那慢慢来，给他，你来给他高啊，是给你让我们还能高啊。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上帝好像把这里都高啊，他要把这里还能我提来一下，他这里让能给他。我们再看到第四章，你们在这里知道白羊穴十二节。就你现在约翰又接着说了，你的话发多了，你约翰要说嘛，你要神同在，你把他摘出去，我告诉他，就要彼此相爱。这大菩萨说，俺们爱当站在这里。我们看十二节，等待等待，就你现在，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啊，我爱不该都能来这里，我告诉他，我们若彼此相爱，俺们嘛啊，马上说俺们爱的大爷，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我告诉他，我他在里头，马上也在这里，俺们没打，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所谈到的这个遵守神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所谓的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圣灵同在。所以在我们心中啊，在神的殿，圣灵的殿里头，要被神的爱啊，要有神的爱充满。在要不你放在耳目上，不让你打好吗？多么少多爱你就靠了，才是圣洁的啊！那肮脏。哎，我们说圣洁好像哦，只有什么追求圣洁，但是呢，你要圣洁，你是要有神的爱，不是被恨充满。如果被恨充满，就不圣洁了。反正还没把说好，这个还没多么时间，不反正还没搞完事情。俺们很多都得一堆，后来做个反正还得了。恨就是杀人，怎么会圣洁呢？是啊，我第一人这个还没把这这东西把这东西当神就反正神就是爱。我搞了才我把有爱在我们心中，我们就圣洁了。是啊，你让我爱他对方都没得好，知道在流浪。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了。咱们还得他对方他不要搞了。所以圣洁跟爱它是息息相关。是啊，爱他都搞了啥了呢？对方他在。因为神就是爱。咱们都搞了啥了呢？我爱你了。最后我们谈到生命的殿。是啊，谁会说咱们搞我们国内谈呢？怎么样？我很少在讲这个生命的殿。咱们啊，搞啊，我说我们这个给大家发点啥了呢？啊，国内谈呢？怎么样？我们最后来谈生命的殿。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一章。嗯，对对，知道吗？不是了，没就一宿。启示录二十一章。不过是要研究一下，到底生命的殿是谁呢？啊，我起码我给他好多，我没有我的，因为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啊，今天那阿罗哈耶阿罗耶路撒冷那边搞什么里面嘞？没有殿呢。好啊，那是谁成为殿呢？好嘞，我们要起码不我们要给。我们看啊，启示录二十一章。你们那么带劲的，不过是要研究一下。二十二节，研究一下。二十二节。
19節。約翰說：我未曾，我未見城內有殿。아와아이바르는마귀어버려그리나로도하는지라아아와이보면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사반하오나가바스아드바니아까사는야그야도바라시리아이드레마라오미야这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啊。오라오미야하나하오야바로하야예루살렘하나네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新妇啊。오라바로하야예루살렘하나네하야바로하야하나네바로카카카디만不是是主里的真耶稣教会啊。오레디가하면하나네신예수교회怎么说잠깐한가서학교한看那个第九节는대민전대교세二十一章第九节예주비시로교세拿着七个亲碗盛满了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来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啊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啊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那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指示给我你看那个心腹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啊야바로하여바로대만하면아니면서갈이만하면바로하여예루살렘城内没有殿啊殿은그냥그냥하면하고그냥殿就是羔羊跟全能者就是城的殿아그라그라바로하여보면하면하고야야또그라야바로하여하면맞지所以生命的殿生命的圣殿是谁呢就是主耶稣然后我们把他们我们好几百年烧了他们要烧不要接山嘛这是一个信仰的中心啊对我从我就是信仰和表现的那我们在生命的殿我们要在生命的殿里面啊我们不能在生命的殿以外的什么아마믿다이다로바이바보다라고하는오미안我们先看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三章맞아단순한분야고로세서대상쇼哥罗西书第三章고로세서대상쇼三章请看第三节고로세서삼쇼노삼쇼哥罗西书三章第三节고로세서삼쇼노삼쇼看到第四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呢与基督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我们是在这个生命的殿里面啊在旧人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是以基督藏在哪里藏在神里面我们的生命是藏在神里面不管你生你是死都是主耶稣的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离开了这个生命的殿你就没有生命了按照启示录来讲如果你在殿外的话呢、啊、你就是被践踏그리고서하는목회서하는바보다라이로는저아바오미아들어왔다아바사카사토에서因为我们都是祭司对不对사만하사토사유시기라在圣殿里面啊자이리나로마아니면오미아我们看启示录的十一章我们在这里读到목회서로지읍이시오启示录十一章목회서로지읍이시오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네다이비세다이니세启示录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有一根苇子是给我当作量度的杖却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第二节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外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夜好这里告诉我们被量的是什么就是在圣殿在殿里面的、这里他说、将祭坛还有殿中礼拜的人神的殿把它量所以这里的祭坛事实上呢在原文来讲只是一个坛子
好不好？其实祭坛是在殿外哦。咋不到祭坛还能来？不不，来外面。那里面那个是什么？是香坛。所以这样看来，这边所讲的，事实上是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呢，把这个坛翻成祭坛了。但是殿外不用量啊。因为殿内的是香坛。殿外的是祭坛。所以这里谈到的呢，我们的祷告也要量一量。礼拜的人要量一量。这个是得救的人了、啊，不被践踏的人。那殿外呢？早上我们谈到殿外有利未人宴，还有以色列人宴。外邦人宴，对不对？那个到末世的时候，你看他已经践踏到哪里？践踏剩下圣殿，没有被践踏。所以呢，我们要在殿里面呢、啊。这个生命的殿里面呢、啊。我们在殿外的话。你被践踏了，所以我们的程度已经要达到祭司啊。你不要说，我是以属灵的以色列人啊。我是利未人，有做圣工就好了。有机会就好了。如果你说如果有机会，那你就是以色列人的程度而已啦、啊。以色列人宴。我有做圣工了，有做就不错了啦。那也就是立位人而已啊。那你要达到祭司跟神秘相契这样的一个程度啊，才能够在圣殿里面啊，不然你是会被践踏。这个就是在生命的殿里头。我们最后来看啊，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请看第六节。第六节，好，请念。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人拾起来扔在火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好，这里告诉我们要藏在主里面。如果没有藏在主里面，就被丢在外面了。就刚刚提示了说被践踏了。这里说啊，人死起来要丢在哪里？丢在火里啊。所以我们要藏在什么生命的殿里面？愿耶稣赐福大家。我们唱诗，来听看。339首。不是说不是说不是吧，我的心，接我心跳。
创立，我们啊，迎宾还有家庭都在面对呢五十周年啊。给大家不是那么多搞大家的包，加油给大家多多修修。今天我们也在整修，给大家多准备上方面，给大家多多开门的。也借着祷告，求耶稣能够帮助。我们也为身体健康的弟兄姐妹祷告。还有林有志传道。他的伤口又感染。爱心来帮助祷告，大家同心，我想祷告。